我们伟大的佛陀在2500年将伟大的佛法传遍人间，我们就是要传承下去，因为佛法是人类的内心科学，是人类的精髓，佛法是推动世界和平的良方，佛法是能够让家和万事兴，佛法正是用人间的大爱放下自身的小爱呀。人间需要太多的菩萨和善良的人和好人，需要像菩萨一样为众生无私奉献的人。学菩萨就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，有益于国家利益的人。学佛要内修纯，外修净，一辈子要利益众生，要实践人类精神的净土化。谢谢大家。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军宏台长的精彩开示。